是 Lisa， 我是 Lai。 我们今天呢来到北投，今天是我们久违的出来要约会要踏青的日子。因为前阵子我们过年前就比较忙，然后过年的时候又遇到说整个台北下雨下到最近，从过年下雨下到现在，所以呢我们今天想说北投这边踏青，而且趁要变热之前我们打算来泡个温泉。我们来到北投图书馆，这边是北投图书馆，据说是台湾第一座绿建筑图书馆。这是全台湾最美的图书馆，里面其实还蛮多人在看书的，所以我们现在不敢太大声，然后也不敢太里面。那什么漫画？烘焙王，假胖。为什么还在这边看这个？好好笑。不行吗？童年呢？拜托。我们刚刚装完清装完了，我们现在准备出来要走一下这趟弥勒谷了。这里面图馆其实还蛮温馨的，真的还蛮舒服的。里面很凉哎。那个整个氛围好到，就是说我想说，好像住这边也不错。然后我刚刚在那边拿了一本书，坐在外面，就是一坐下来就突然有一股睡意，代表你远离书本太久了。然后我们这附近这边都是所谓的温泉饭店。对，像我们现在旁边这个就是嘉禾屋。你要用跑的、啊，你要用跑的，再跑，再跑，再跑，然后回眸看我一下，然后踢一下，有那种神隐少女的感觉有没有？啊、哦，刚刚没机会给大家看，这个是北投图书馆的外观，很漂亮哎，它都是木头做的，很漂亮哎，有种日式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们这边整个都是日式风，日式，然后结合一点那种荷兰风之类的。看到大豌豆哎，我要吃，帮我炒一盘大豌豆。我帮你摘啊，好，摘下来你要吃哦，干话。这里是北投温泉博物馆，它是开礼拜二到礼拜天的9点到5点 ，Go Go Go！这里很有 feel 哎、欸！我们现在进来到这里是温泉博物馆，对，然后超有 feel 哎、欸！对，然后整个都是日式风格。然后我们刚一进来呢，它就是有我们拖鞋子，然后要我们换上这个拖鞋，把我们原本的鞋子放到鞋柜里面，我们就会有一个号码牌，是钥匙、这个。对，这个就是钥匙，超可爱的，对不对？每个站都不一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榻榻米，这边可以来下个棋，然后来喝个茶，对。这边会让人有睡意。为什么北投那么让人有睡意？他有说来那个榻榻米上面你不能躺下，你只能坐着。然后这边的走廊也非常漂亮。就是走了，我要进女堂，梦想。南部外婆家的浴缸就长这样。我阿妈家浴缸长这样，你还有印象吗？有有有。想再去一次吗？不要。这叫五色石。
有，先泡哈。对，两位先跟你着收低消800，吃粥先去约，约好之后我们再去泡汤哈。好，谢谢。嗨，大家，我们现在在黄石，它这边是我泡过跟吃过的东西里面 CP 值最高的一个汤屋。然后他来的话，你就先买票，买完票之后会给你一个汤券，然后跟一个就是这个低消券，然后你拿这个去他的餐厅。先点菜再泡汤。好，那我们就点菜了。好，我们要去点他的砂锅粥。他的砂锅粥必点，对，都是现煮，要预约。还有今天人不多。对，我泡完汤在那边用餐等待区那边排队。他现在前肌还有很多只，等一下我们可能晚上看不到几只。然后我们走到刚刚那个地方预定完你要吃什么口味的砂锅粥之后呢，就走上这个楼梯，上面的话就是汤屋。汤屋的泡法平日40分钟，假日只有30分钟。这个就是我们的汤屋。哇，我们好像拿到特别大间的。其实正好差不多啦，只是差别在于有室内有室外，我们这个是半露天。对，这家店是我在有一次跟家人出去吃东西的时候，然后被那个店员推荐。这只蚊子超级无敌大，肚子还红红的。这是我的手哦，你看它超大只的。这家黄池啊，是我跟我家人去吃饭的时候，然后被他的服务生推荐。天气很冷，然后那个服务生就跟我们说啊，你们可以泡汤啊。啊，我那时候跟他说啊，我也不知道去哪里泡啊。他说我知道有一家可以泡汤，然后又可以吃什么东西又很好吃，然后又很便宜的地方。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知道这些店，我就每一年都一定会来，然后来的次数应该落在20到30次啊。就是你带每一个女朋友都来过？对，从那时候每个都来过。大家，我们现在泡完了，然后要准备下去餐厅那边吃饭。然后我刚刚看他这边的介绍，他说他这边的温泉是硫磺温泉，听说里面有含有一个镭的元素，对身体是非常好的。我们现在进来这里的餐厅，然后这是他的菜单。他这里其实除了砂锅粥，还有很多其他的选项可以点，点心啊，他连刺身都有，还有很多那种像热炒店会有的东西。然后跟大家讲一下，这个是我们的砂锅粥，我们点的是综合。综合里面的话就是有红鲟，而且它的是有蛋的哦，有那个虾子，对，这里有田鸡，哎，你那个有很多的蛋给大家看，哎，超扯的啦，这一碗800块，840块，哎，我觉得算蛮划算的，那以前卖更便宜，以前800块，好吃，我们一个人400块，两个人是800块。800块的泡汤的那个钱可以直接来抵我们的餐费，这一锅840块，我们顶多只要多付40块就好了。哇，里面还有小干贝耶！它里面还有那个红枣栗子。对对对，栗子。我以前不敢吃田鸡啊，不，我觉得很可怕。是我跟你来这边吃了之后，我才敢吃田鸡。我们还点了一个蒜香高丽菜，它的粥真的很鲜甜。我们吃过很多砂锅粥，但只有黄石的砂锅粥是真的让我们流连忘返。我觉得一方面是它很划算，好多蛋蛋。大家，我们已经从天亮玩到天黑了。对啊，你对于今天这样子，我们北投的这样子伤起了一日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伤到哎。白天我们去的那个北投温泉博物馆，意外的让我觉得非常满意。他真的介绍的很详细，而且他规划的很好，很舒服，而且重点是它是免费的，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那个博物馆。然后用这个黄石当做今天的结尾，我也觉得非常棒。好啦，那推荐大家走跟我们一样的行程。那我们今天的北投一日游差不多这边。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点赞、订阅、分享。还有我们的 IG 跟 Facebook， 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